呦，哇哇，这个电击球打得太漂亮了，电球专家恰恰奥卢，这球打得这个给我打笑了，这球这应该是恰恰奥卢本赛第三个任意球，没有没有他好，你看连人墙都没有，这距离太远了，冰川湖啊，哇，这看会不会这没有人想他会直接射门，对啊，这应该是本轮最佳进球了，而且这个赛季都有可能是最佳进球的候选。你看那个球打得太诡异了，这么远的距离能够打出这么大的力量，这是最远的，我见过最远的电梯啊，是吧？恰奥卢上个赛季在德比的时候是进了七个